退转或者是消退了，在这个时候应该要立即的修补关系，立即的想到，哦，我的慈心跟悲心因为嗔心而退转了，因为嗔心而消退了，所以马上向对方道歉。包括有像我们应该要像先前讲到这个舍菩萨戒以后，应当要日三次夜三次的去观修菩提心的功德，观修慈悲心的功德，并且日三次夜三次做忏悔，主要就是要修补我们退减的慈心与悲心。那么在密宗里面所讲的建立，主要从世俗来讲的话，就是从密宗里面所讲的究竟见，是指无有二取相的建立。那当然从究竟本体而言，是没有所谓的能忏跟所忏的，那个能做跟所做的这些分别都是没有的。所以在讲守护究竟的密宗戒的时候，也没有所谓的能忏能守护跟所守护的，但这是从究竟而言的。但如果是从世俗相对的事件来讲的话，则是应该不断的结合世俗菩提心而陪反复的做串习的。当我们的慈心跟悲心的功德一衰减的时候，立刻的就要提起正念，而对对方致歉，化解这一层误会或者化解这一层冲突。因为要晓得佛果也是由慈悲心而来的，如果因为嗔心的关系损及了慈悲心的话，那我们慈悲心衰损，那就离佛果越来越远了。所以要避免法友之间的冲突，法友之间的纠纷，应该要晓得菩提心跟慈悲心是很容易失去的，但是呢，就像是菩萨戒一样，它是容易失去同时也容易恢复的。只要我们能够具足正念的话，能够立即的提起，立即的恢复的话，它就能够获得改善的。那此处所提到的对道友的关爱跟清净观逐渐视为这件事情，根本上就来自于自己内心的嫉妒心跟好胜心或者是竞争心的这些烦恼，所以我们产生了很多与法友之间的冲突，损及了我们对其他众生乃至法友的慈心。所以我们要再再的察觉这样子的慈心的退失，然后再再的恢复它，让我们能够具足菩提心。所以在维系三昧耶或者维系跟法友之间的关系，最主要的就是要去维系好自己的安忍心，维系好自己的菩提心，就是最为根本的。能够守护安忍跟菩提心的话，就是真正能够守护密宗的戒律。但是这也就从以上的说明，我们可以晓得金刚道友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广的远的跟近的道友的关系都是非常密切的，但是大多数人对于此点是没有观念的。老百姓的同学就是在说，你知道这个现在怕他脾气不好，年龄人的啊，你吃这个，可能就中暑了，怕嘛，你可以那么在那说话了，然后忙的时候呢，古巴小嘛，这把就先了，咖喱吃多了，麻将怎么多些？这个今天这里麻将是没吃上，这街上嘛这个地方上我说那么，这地方那么大，我那地方吃都干吃都多嘛。大人我麻将就吃，我吃这个就没这些，这是麻将的，谁他们家我记得我的中间错了两个大，我还不过来再吃，这是今天麻将的谁他们丢了呢？你那么能够有接了嘛？接了这东西有嘛？可以就到那个厂里头嘞，你们是刚生怎么样嘛？你那就把厂里头这嘛全部带到了不能。这哪里吃大锅？你不家家家哪里？食堂那家有个大的，啷啷个食堂？那两层两层房间都比较好了嘞。刚刚所提到的这两段，就是一直上师，但同时前进心正在退减，然后对于道友的关爱心跟亲近观逐渐的示威，这两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刚刚提到了道友或者是我们的伴侣友伴，包括了自己的父母，包括了自己的师长以及上师，我们本来是应该对他们怀有恭敬心的，但是我们却失去了这样的恭敬。仔细想想，各种原因何在呢？其实主要来自于我慢心。如同先前所说的，我慢心其实是愚痴所引发的，因为愚痴所以才会我慢。那么我慢的人，当事情不如己意的时候，不如意的时候呢，就产生嗔心。所以我们如果去反观为什么会不如意呢？
往往就是因为我预期要如何如何，我应当受到什么样的待遇，心里面想着我应该如何如何，所以那个我执作祟的情况之下，产生了这些不如意的事情，对于事情的评价就是认为这个不合己意，所以能够认识到这当中是我执以及嗔心在作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一个人有强盛的我慢心跟强盛的嗔心的话，他就对上师是不会有虔诚跟恭敬心的，他对他人也不会真正的在意，他也跟在与他人的交往当中也不会和睦的。如果说真正的去察觉的话，你会发现100%问题出在于自己是有傲慢心的，是有嗔心的。之所以会不如意，100%就标志着自己内心是傲慢的，自己内心是有嗔恚的。透过分析我们会了解这一点，所以这两句寄送它的意思是非常重要的。不过让就他把他生下来，我们那么久的土地就是在一起。不过让就一让，你就改了，先干嘛呢？不过就呢，先做木匠呗。压根就是吃嘛什么，这压根就干木板上的板子，这跌到从掐到的，这苦，一把在外面都要掐掉的。这呢，你这里到老干农没这种送了老干农去，他苦就把那个带到苦手中，老干农怕谁？这说说让谁家？这都我们抢就把这里，如果小龙这见到了抢，我们要的，这特别能用嘛？反正没什么用的，没用的。好不，这个来个来，那个在那边，啥子的吃了我的根呐？这到我哪里吃了时间了？我们这是，如果从上班的女的，养着两个王母罗的。下面提到了自心调伏昏沌起加持，为了要这样子调伏自心的昏聩，或那个顿呢指的是就是鲁莽，那么为了要这样子，所以请上师以大悲心迅速的眷顾我们。此处所说的昏聩或者是鲁莽，这个昏顿的意思呢，就是用一个比喻来说，就好像是这个一棵植物，就是一棵树吧，它的树枝呢在树梢的地方因为没有支撑力，所以它很容易折断。为什么会没有那个支撑力呢？就是缺乏安忍，没有办法安忍，所以这个状况被描述成为昏沌或者是昏聩，鲁莽的意思。比方说当一个人他缺乏安忍心的时候，就可能会带来很多的后患，例如在社会上或者学校里面，有些年轻人他们血气方刚的，所以在不加思索的情况之下与人冲突，可能打算要杀了别人，最后反倒是命丧人家的枪下，这就是一种鲁莽的行为或者是昏聩的行为。这样子的鲁莽跟昏聩代表的是缺乏慈爱心，所以要避免这样子的昏聩或鲁莽的话，是我们所需要保全的价值，就是安忍心以及慈悲心，如此才能够调伏自己的昏沌的。假如身体说的是那样，某一年节等你马季为趁早把你去住给别人写落葬的一套房子来说，他的所在离我离大部分工作以后的上班就在了解什么问题的动物大地就工作接了他们还有几次我当时长了长了长了我就在车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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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总理叫做上门就赶紧查过来一个查查他们身体吧就身体用定义工作什么用定义我就是用定义还有别人他们把美商是不等于的哈佛你等于的大地的中华哈佛这个女我就哈佛这种他的长期给自己长期给去的去的让别人让大家自己工作是为用定制品的他就给起码的这吧你吧这是什么好的这是这样的那个东西常常的嘛没说都没这种常常常常的人他不平庸这个样子的这他都工作是为用定制样子样子平庸变成说一年多吧当然哦你老婆去过吵完去就结吧结吧这彻底做什么事呢哈的呀吵完要的因为你上午当啊，三级那边开的大，甚至说再早当，三级用的一个人，对应的三级，各种方面上的，没这样子吧，让
这些道路片这些道路从头上来的哦设计节目哦设计节目他们旁边买的这些东西哦当时就没干嘛了哦他们那么那么的音乐的这不错啊这设计的东西这些重要的东西呢呀他说的这个这个阳台上的军事军这个门的户呢没那边去过的没得军呢没得门户那他就搞的这军用的了我就是就他妈去过的就是玻璃的这一个门不说是那个也提到了那他妈去的他妈没法这个没法提那他妈说的要不要这个他妈的马基呢这一切当中长大的人长江的这条岔路的，这个比如说些路咱们去走嘛，是吧？什么？到人家你家里经济从哪哪种子来的？哎，然后身体再把这个哪里哪上谈不了了，哦，这是真的真的做啊做啊，这个这是六个啥叫嘛？六个就把它哪个就把它身体上到这年纪的大明星，另外一个真的真的结果的路子。三家他们唱的多大气不落啊起来的唱本就唱的出来第二把就第二个人第二个满意吧你还在这里多大看起我大伙儿接下来是皈依发心祈请虽作矣信心悲心心底不生起只有口头奉送诸法行行之有抱歉行之有年不入心相续这段所要他的文意是说虽然做了表面上做了皈依发菩提心跟种种的祈请但是心没有办法从心底深处发起前进心虽然嘴巴上在口头上是做了种种的法行跟善行但是只不过是敷衍了事而已并没有真正的用在自己的心相续当中我们都说要做十万遍的皈依发菩提心大礼拜十万遍的金刚萨埵的进藏修法那么做了这些所谓的十万前行做了很多但有些人会说他已经完成了十万遍的数量前行的数量已经完成了那你问他说那有什么感受呢他说不太清楚是什么样的感受没什么体会那么我们这时候就应该要反思的是十万之所以要做十万遍的大礼拜它的用意何在呢其实就是要真正体会皈依的真谛什么叫做皈依呢是内心对三宝升起信心称为皈依顶礼身体做礼拜的用意是为了要能够让心里面产生对三宝的信心那么身顶礼是属于身礼拜真正的顶礼呢是心的礼拜就是最殊胜的顶礼是内心的礼拜也就是对三宝产生信心这个叫做真正的皈依那如何对三宝产生信心呢要了知三宝的功德如何了知三宝功德首先要知道事物的本性为苦了解苦以后会晓得苦的根本是来自我执由于我执会产生烦恼烦恼造业造业要受苦了解这一点以后就会去探寻谁告诉我们这些事情的佛都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的佛都告诉我们的这些事情称之为法因此对法跟佛宣说法的佛陀产生信心这个就是了解法的功德跟佛的功德于此升起信心的那么佛的功德主要是什么呢包括了骗知的功德悲心的功德跟威德力的功德他有智悲力的功德我们这样子对他会产生真实的信心那么有的这个时候我们在顶礼时因此我们在顶礼的时候有时候应该要意念三恶道的痛苦而做顶礼了解解脱三恶道的痛苦有何等的功德利益这样子去做顶礼然后呢有时候要意念解脱功德比方说从轮回当中解脱应当会有什么样的功德利益心里面想这些道理而做顶礼这个这样子定义的话是真正能够产生与内心结合的意义的比方说我们在受持八关斋戒的时候在受戒文当中说描述佛陀说犹如神居如大象所作已作随伴自立
这些功德都是要在内心边意念边就是一边的做，一边的去意念它，如此的话，就能够。